但是部落仍然没办法喘息，来幽暗城找我，聊聊下一步的行动，别让其他人知道。 如果不是痛苦的奴仆，那我们是什么？我没有时间陪你玩。这个诅咒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？我们是被遗忘者，任何胆敢阻挡我们的人都得死。如果不是痛苦的奴仆，那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被遗忘者，任何胆敢阻挡我们的人都得死。这个诅咒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？ 如果不是痛苦的奴仆，那我们是什么？你找我有什么事？ 部落的士兵，举起你的武器，今天。 我们要向卡多雷进军。我爱死我的工作了。 我们来让大首先，我来下达指令，让他们开始攻击。火焰发出了紫色烟雾，他们应该很快就会看见了。勇士，你先出发吧，你去标记那些可以下手的目标，我来负责解决。 我现在没有目标，我需要目标。
我离得太远了。太远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太远了。你很冷酷，不过我喜欢。我离得太远了。刚刚那个不是守卫，但我不会阻止你屠杀玲珑的。这样应该就可以了，勇士，单枪匹马拿下整座城，感觉如何？有战争就有机会。我们来教训这些野蛮人吧，这个诅咒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？力量与荣耀，但不。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勇敢前进吧。有我能帮忙的吗？保重。这些幽光是从哪里来的？失去了荣誉，我们就一无所有。到此为止，女妖之王。士兵，不！别冲过去！蠢货！至少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幽光有多危险了。我们是被遗忘者，任何胆敢阻挡我们的人都得死。我不能攻击他，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这个技能还没准备好。我还不能这么做。我不能攻击他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没有时间陪你玩。玛法里恩，我们下次见面就是你的死期。前往佐拉姆家，快！宗喀，
够带给我们什么呢？幽光防线，女王陛下，这种东西只需要黑暗游侠和石毁车就可以解决了。我派去打探玛法里恩的斥候，低估了幽光的力量，他们已经为此付出代价。我们没办法摧毁幽光，应该说没办法全部摧毁，但是我们也许能打散他们。有意思，幽光会回应玛法里恩，但如果森林里有更多的求救声呢？跟我想的一样。勇士，你能不能好心帮我们验证一下呢？怎么了？祝你好运！你想来点爆炸吗？朋友，你走运了，跳起这个大家伙，然后出去晃一晃吧。不是痛苦的奴仆，那我们是什么？看来这些幽光很容易受到干扰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弱点穿过这群幽光。萨鲁法尔，我要你带一些人去费伍德森林，从山上找路去黑海岸。至于攻城武器，就留给我来指挥。我们从两侧夹击玛法里恩。大酋长，费伍德森林没有路可以穿过。找出路来，不然就开一条。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。凋零者，你有认识的走私商人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是笨蛋，永旺镇的货物不可能都走正规路线运过去，费伍德森林里面一定有秘密路线。大部分的走私商人不会想吸引霸王的关注，不过我们应该能说服某个家伙帮忙。就这么办吧，萨鲁法尔、纳萨诺斯，你们立刻出发。全军列队，举起武器。等我号令，一起穿过幽光防线。预备，快点穿过防线，我没办法撑太久。只要能穿过防线，这痛楚我可以承受。让我休息一下。
不要心软，这些野蛮的精灵可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如果不是痛苦的奴仆，那我们是什么？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这么做，这个技能还没准备好。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还不能这么做。我离得太远了。技能还没准备好，快打盹，快打盹。那个目标，太远了。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这个技能还没准备好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不能攻击他。
我还不能这么做，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我不能攻击他。快打断！快打断！快打断！这个技能还没准备好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还不能这么做。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，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是被遗忘者。希瓦纳斯，你的恶行玷污了这个神圣之地。安杜法拉多，马法里恩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谁想得到你居然会出面保护你的宝贝树呢？你这个女妖，给我滚！我的眼睛好痛，小乌鸦，你想飞去哪里呢？我没有时间陪你玩。如果不是痛苦的奴仆，那我们是什么？工兵，拿起装备跟我来，所有伐木机跟上。跟你聊天又没钱拿，只要能掌握这个东西，就能消灭阻碍部落的所有敌人。勇士，小心，联盟似乎比我们提早一步，那艘船一定是达纳苏斯来的，这表示我该去猎杀某只乌鸦了。哎呀，你要让我陪你聊到夏巴托有话快说。哎，我能帮你什么？坚强下去。有，快点回来，时间就是。你帮我找到艾泽莱金眼，这是好东西。我来，等我一下好吧，我先加点这个，
然后全部打碎，再加点火药，还有隐形跟小铜片，还要再加一点我的私房配方。好了，这下改造就完成了。这还真是杰作，这东西真能炸掉加里维克斯宫殿的高帽子啊！这真是哥布林的荣耀，你懂吧？跟我聊聊吧，嘿嘿，很高兴能帮上你的忙。这个诅咒能够带给我们什么？我们是被遗忘者，任何担心。吉湾河的恶战僵持不下，马法里恩也心知肚明。我们必须专心完成目标。在等候萨鲁法尔的消息时，我会继续带领士兵向前推进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应该尽量对卡多雷施压，绝对不可以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。毕竟，这是战争。为了部落。萨鲁法尔，你总算来了。英雄，看看你身边，很漂亮吧？幽光渐渐散开了，防线开始一段一段的瓦解了。机会来了，世界之树会落入我们手中。去找萨鲁法尔，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。我效忠部落。在战场上，策略与力量都很重要。愿你迎向敌人时光照。
再说，而且你最好别想无辜。能今日在战场上快一点，大酋长在等。酋长独自对抗怒风，我必须。啊！萨鲁，法尔，这个行为很可耻，我很抱歉。没什么好后悔的，做得好。我根本不该插手的。我本来就会赢的，他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好好送他上路，如果你想要享受一下胜利也无妨，拿下他的头之后到世界之树跟我会合。你们部落已经沦为死亡的奴仆，以后的每一天你都会后悔今日的作为。麻烦里恩，不要。兽人，你没有杀他，为什么？刚刚的攻击太卑劣了，我没有资格杀死他。不止那一击，这整场战争都是可耻的，你竟敢无故轻贱这么多生命。不是无故屠杀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部落得以延续。因为你放过玛法里恩，我愿意让你选择出手阻止我救回玛法里恩，你就会死去，不然就继续跪在泥巴里保住你的小命。你也有选择，带着他回到达纳苏斯与家园一起灭亡，或是带他逃走一起活下去。勇士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必须继续追随大酋长迈向胜利。时间陪你玩。扫荡海岸，准备攻击世界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已经赢了，树上只剩下手无寸铁的人。这是战争？不，这只是仇恨，是愤怒。奉行者，你曾是人民的守护者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我只记得一个傻子。把他带走，快！
会破灭。现在你能体会了。啊，别难过，你们很快就会团聚了。我是为你难过，你痛恨生命，但你的恨是永远饮不了的。你可以杀了我们，却扼杀不了希望。是吗？放火，烧了他！这个诅咒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？当初派你执行这项任务时，我也没料到结果会是这样的。我们先下手为强，是为了在战争开始前就能获胜，是为了一举夺取敌人的家园，也消灭敌人的所有领袖，并对联盟造成无法恢复的沉重打击。我们只成功了一半，联盟一定会报仇，联盟会追杀我，追杀我们所有人。但是联盟确实在流血，接下来的战争中，他们的愤怒只会成为弱点。先去休息吧，好好准备面对接下来的战争。我还需要你。